就算线路会曲折漫长，我也要散发出所有光芒，有梦想指引前行方向，旅程就从今天起航。新的学校就是不一样，感觉每间教室都带上好多呢。话说我的同桌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会不会是阳光大气的大帅哥？嘿嘿嘿嘿嘿，老师好。早上好，那有个空位你就坐那里吧。好的老师。不是帅哥啊，不过这个女孩子他好可爱呀、啊！你好，我叫艾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是诗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诗人，诗人，陪我上厕所吧。哼，好的。喂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走路看着点啊，这新鞋你懂不懂？这就给我踩脏了。你谁呀？说吧，怎么陪我？对不起，我叫赖肯，那个我没有钱。好，看你还算有礼貌。那好，新学期我们合唱团招人，你要是来我的高声部，我就饶了你。哎，不要啊，我是要加文献社的啦。你说什么？压力压力，赤玉同学，你又管不住自己的小脾气了。苍穹老师，我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师好，我叫艾可。好的，艾可同学，合唱团呢每周三5:30到7:30排练，这周就开始哦，希望到时候能见到你老师。这我没事的，艾可，我也正想去合唱团看看，先让我陪你去好了。哎，从此刻起